是要谁退呢？还是要合作？蔡英文可以跟任何人合作。为了民进党总统初选，总统蔡英文罕见亲上火线开记者会。不过，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随后就表示坚持完成初选。希望如果我赢得初选，他也能够支持我。对于蔡总统说执政党如何处理总统提名一定会影响国政，前总统陈水扁则po影片举自己当年的例子。下任总统前一年呢，总统的候选人就已经三星，这绝对不是问题。双方协调没成功，是否再延长协调时间？蔡英文、赖清德两人不同调。党要做什么决定，我也希望能够跟大家商量。那做成的决定，那我们也会去尊重。但中执会不管是终止初选的程序，或是延后初选的程序，势必对民党造成重大的伤害。尊重中执会这边的决定，那一切都会是合乎我们的党章跟党内的规范来进行。目前初选协调日12号是最后一天，13和14号举行政见发表会，15到17号进行民调，最快17号晚间胜负就会揭晓。初选规则会不会改变，考验党中央智慧。